古神话记载，女巫是土族物，一只洁白白毛神神的生灵就此诞生。佢用长长嘅耳朵嚟到百姓嘅疾苦，用强健有力嘅腿送走厄运，带嚟希望。口耳相传，事迹身世，就是佢探寻人间嘅日子。充满电。
辛苦拍出来的 MV， 你一定要多看几次哦。来考一下你们，算得出这一支 MV 当中到底出现多少次我们的吉祥物望兔吗？如果猜对的朋友，就有机会可以领取复古 Apple Fire， 还有其他的产品。虽然说现在不强制性佩戴口罩，可是好的空气循环还是很重要哦。喂，谁关了我的 Apple Fire？